6月4日晚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题，夫妇在美国驻英国大使官邸宴请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妻子卡米拉。与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设盛大晚宴相比，特朗普的回请有些寒酸。以下是两次晚宴菜单对比，白金汉宫国宴菜单，蒸打比目鱼片配西洋菜慕斯。芦笋和酱料，应季温莎羔羊脊肉配香料。时令蔬菜及酱料，草莓酥饼配柠檬马鞭草奶油，精选各式新鲜水果，咖啡和花石西点。2000英镑一瓶的拉菲葡萄酒，特朗普的回请菜单，牛排和炸薯条，水果沙拉，冰激凌，30英镑一瓶的加州红酒。